看来要对付本吉伯是真简单的代志嘛。熊阿姨，拿来咱这边是安怎？是吗？写好了。阿妮娜给我绑起来了，我不过来就走唔开，我不跟你透气吼。熊阿姨，我来告诉我。进。看，有小混蛋的所在，小好干中根本就无我这个阿母。我一定要想办法除掉小混这个本基本，和小好另外这个阿母。小混跟小好两人到底真快乐，也不过想要告说小混就是本基本这个秘密竟然没多叫红英知影，到底红看起来，啊，感觉不会性格的。替我照顾小好啊！阿爸，你叫熊阿姨做我阿母好不？虽然好表心肝内早都已暗算啊，也无听到小好安尼死一个讲，伊心肝内加减毛淡薄啊解忧。哎呦，好无奈阿爸，阿爸。哎，你那忙头别讲话。好呀，你来。是啦，我听讲哦，小文受伤，所以哦，我特别来看看。小文，你有较好一点无？我一定无代志啊。红英啊，这个耳钩啊，是不是你的啊？啊，阿表兄，多谢你哦。没啦，我是李小的房间去。你小号刚刚捡到呀，可能哦是伊刚刚在检查时阵碰见啦。那才拄好。阿表兄，多谢你哦。小芬，你有好好请用。小号就交我来查。小号，
阿母哦，出来吃早顿，行。我来啊。无安尼好啊，小虎，等你巴肚枵的时阵，才来找阿母好。我先出来去。奇怪，红叶背影哪还像站迄个笨鸡婆？刚讲是伊家办的，袂用哩，我一定要查好清楚。我甲你讲偌一摆，这个代志袂用搁做啊！你啥都拢唔听，尤其是生活迄家，迄、那个小云，只有敢唔敢小我算这回，万不能知影要安怎。阿爸，讲着小云，我着生气啊！那不是伊，我早抓着小虎啊！不行啊，你嘛拜托的，较清醒的。你爱小虎做你的囝，嘛免遐来着急啊！啊，免话久哦，你着甲虎表成亲，啊，时到小虎做你的囝啊！哦，是讲为个工作转来，迄、那个小云敢会威胁着你甲虎表要成亲的代志？阿爸，你放心啦。我知影小云的弱点，你敢知影？原来小云哦，就是笨鸡婆呢。你是嘛？只要看到查甫无穿衫，伊就会失去法力。查小这个代志啊，俺小云就是笨鸡婆。虽然查这弱点哦，还是你也是较细腻淡薄啊。我知啦，阿爸，你紧吃饭，我去看遐个囡仔吼。吃饱哦，我才不紧收收的。阿爸，哦，好啦，我去收收的啦。哎呦，哪会这么衰啦？阿姑兄都爱袂好，师兄又过来啊，哦，够烧的哦。小虎竟然敢怀疑我，我一定要除掉伊。阿红，你应该阿英爸，那也怪怪。阿唔过，又讲袂出你到底怪怪。喂，你别去做这事，可是两个人尊都，这是大人民的站在，你看详细哦。哪里？爸，阿你都不可能凶我奶姨啦。来，你来走。你放心啦，凶奶姨叫你大汉啦吼，别发生什么代志的啦，哈。嗯，你咧刚才是小虎阿姨呢。嗯，过来看麦，行。小虎，阿爸，我刚才有看到阿龙伯阿甲红阿姨呢。你看好清楚。我无啥确定啊，小虎阿妈。我的头就疼。你要紧吗？小虎阿姨，你俩都伫家啦。啊，我唔知道你向哪偷拍，哦，我最近哪会这样衰啦？这奇怪，人捡到红影的耳钩，今仔伊小哥讲，敢亲像看到红影啊，甲伊阿爸，这红影是毋是想代志咧乌乌蛮话？自从发现红影做代志安尼鬼鬼祟祟了，何彪就开始有戒心啊。刚才看到小红甲小虎感情遐尔啊麻着，两人现在算甲遐欢喜。何彪本来想要跟红英成亲的这心意，也开始有滴改变啊！这看起来，小云比红英更加适合做小虎的阿母。哎呦，但我是都袂想啥，马上就要成亲啊，没人何彪来想了。像啉酒醉同款，规个人昏昏沉沉的。敢讲这就是爱情？你是去有歹物仔耍着手？小阿姨，小阿姨，哦，你总算讲是支持咱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可，为什么小云这么简单就因得到因爸仔的好感？
小云啊，小云，人讲一山不容二虎，虎家内面有我就无你。明仔载我就要甲阿彪兄成亲啊！我算是半个虎家的女主人，若是无甲你教死一个，以后唔着背起我的头壳顶。小云啊，阿无你要先去休困一下无？我今日我无代志啊。无啊，小云啊，你即马是按怎一出啊？我看拢看拢无啊。我甲你讲，明仔载呢，我就要甲阿彪兄成亲啊，请你以后莫搁再甲伊勾勾顶。阿哥，小虎是我的囝，请你离开较远的，才袂甲伊带歹。红英，你是沾着药啊？吼，既然对我兴师问罪，我是到底得罪你啊？无啊，我是刚想要提醒你，这是好家，不是破病而收留去吃。你住这无一段时间啊，敢讲你袂想厝啊？你是讲煞袂啊？既然讲我是去吃，我到底谁啊？你无你来帮我清楚啊？你竟然敢对我动手，真正是去吃破病讲，我今仔若是要好好教训，只要被我听见，我出去。既然你我面头真冤家，当作我死啊！这是好家哦，我这是一家之主，所有代志由我决定啊！谁敢大主大义，我对伊无客气。阿彪兄，你看小云计用这种态度对待我，根本就无把我放在眼内啦！明仔我就要过门了，敢讲以后我看看伊的目色哦？你若是真正为我想哦，你要去甲挂出去啦！好啦，你先冷静一下，莫安尼啦。我唔管啦。在我嫁过来之前，你该甲赶出去啊！红英，红英，阿爸，你明仔载真正要找红英阿姨哦？我，阿爸，你莫找伊啦，你找小云阿姨做我阿母好不好？小虎，这婚姻大事不是办公家伙安尼，要安讲改就改啦。我唔管啦，为着我就是要红英阿姨做我阿母。小虎。这娶某是一件意思啦，阿母甲全家伙也两家煞体啦。红英叫我逼到小云，阿小虎叫我卖娶红英，但我是要安怎？面对两个查某人的战争，甲后生的反对，何彪对伊甲红英的婚事到底做出什么款的决定呢？是是是是，是讲哦，俺别人查囝要嫁哦，是目屎流目屎滴，啊，我查囝要嫁哦，啊，笑到嘴也袂离。阿爸，你哪能笑人啦？无啦，我本身笑啦，我看到你安尼，我也足欢喜啊。对啊，阿爸，我事情要搞啊，好歹回家那也袂来。哦，可能难搞。阿彪，俺那无怪你穿新娘衫。对啊。啊！我哪拢无听到炮仔声，花轿是咪在外口？花轿是无来啦。啊，其实吼，其实是安怎，有话这你讲啦。好啦，无我就直接讲啦。我想要退婚啦。什么？退婚？你要退婚？无无无，阮红英啊，天还未光，等你花轿带去呢。你这无缘无故，讲要退婚，你讲啥你啊？阿彪兄，今麦到底是安怎？红英啊，这件代志吼，对你实在真失礼啦。拄开始要讲这件婚事的时阵，我是为着要甲阮小虎找一个安娘。经过这段时间啦，我都感觉红英啊，甲阮小虎都无迄个嘛。哪咧勉强成婚哦，到时阵痛苦的是红英啊你呢？阿彪兄，我甲小虎的感情以后会慢慢培养，请你莫退婚好不好？相信哦，阮红英真是爱很小虎，只要一段时间他们保持感情了，以后恁小虎就会介意阮红这个老母哦。啊，无安尼嘛，以后红英啊吼，继续在阮家照顾小虎啦。等一段时间以后，回两个培养感情，一切再搁讲啦。不不，你的意思是今日就要退婚啦？是的啦。红英啊，我随时欢迎哦，你等下玩好噶啦。我要讲个家，我先来走。阿彪兄，阿彪兄，你小时候没有那对待我，小时候，阿爸，
一定是小慧，不要变向你做的。你放心，阿爸一定会替你出一口气。好，冷静的，冷静的，好。你不肯简单的放弃，我今日想，叫我一声阿母，叫我一声阿母，我一定不相信，我找不到这个囡仔，叫我一声阿母。红英，这囡仔真可怜，哎，红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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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红英啊，奇怪，我找几暗，我红英怎样倒去？红英。给做我，要害我！你讲本鸡婆出去阮兜，你敢会看唔到呀？是真的，我无看唔到啦。好了，你先莫着急。阿涛，阿三宝，叫所有人把酒内底真情熬详细甲出一遍，然后什么消息先甲报告。是。这本鸡婆是个真大胆，愈来愈猖獗啊！不对呀，那是什么代志啊？阿伯，你哪来啊？我来锻炼骨，阿听我爷爷叫，我来看卖，是发生代志。本鸡婆抓紧啊！家两家弯刀来了，正受这个代志啊！听讲本地不出产你们，想来想我囡仔把嘴巴包呢，然后你看见恁家可能很多不孝。我见老张三顿两嘴，我做几下帮你刷。奇怪，阿林伯啊，哪里打看？敢亲像知影我就是本地婆。小芬，你害阮三家见面好过阿母，我绝对要让你做替死鬼。这件代志我调查清楚，若是有任何消息，我随时给你通知。多谢你好大爷。小浩，这段时间你千万唔通后边乱走哦，啊，无到时阵啊，去蹦极无抓去，阿爸烦恼你知无？我知了。阿英伯啊，当然是真唔甘这查某囝，为了要替查某囝脱罪。因阿公设计将拍无囡仔遐有钱人给因阿好嫁，而且随后又阁将本地婆三个藏小云的面前开，这些小云到底遭受着什么不妄之灾呢？本地婆，你个乖乖当做替死鬼，因为本地婆抓囡仔做法是愈来愈大胆，所以全民大家拢真愤慨，一心就想要将本地婆甲除掉。因此，好比了吊诡村民大会，大家要来参详安怎对付本鸡婆。阿玲啊，各位乡亲，你有啥物提议，拢会讲出来做参考。好大，我听讲大家有一个无量法师，法师真够强，伊加持过身体会使射死各种妖魔鬼怪，不过伊的技巧真高。是啦，好大，我嘛是听人讲过啦。有这种代志，技巧关家，大家咱免烦恼。只要会消灭半鸡鬼，解决村内底代志，我拢听到底。好大爷，安尼咱关请无量法师带伊神仙来消灭半鸡鬼，以免伊搁出来抓囡仔。阿伯，那安尼你赶紧请无量法师啊！阿伯，这件代志就交你处理，进去。好啊，关来。
啊。我来看卖到底是安怎。都受到无妄之灾的小魂送出了一个香瓜，伊家己嘛感觉真意外，到底伊敢有法度顺利渡过这摆劫数呢？先生，哦，我找到。明日我用法术离开这个所在。嘿，我的法术那么好啊！我，你啊，哎呦，你先走啦！我来哄你啊，对我来哄哦。这物件从门窗卡摕出来，你总算讲是真情啊！我哪会伫遮？这是啥？你甲小廖去倒位？你讲啥？我拢听无啦。你搁搞地精？这物件是为你的门窗卡敲出来，你来解释啊！当作是家己的人，你既然安尼对待我，我无啦，不是我，是是啥？我正想我无看清楚。无是你家，你搁想要辩解？好、哦，我去有人卖粉呢，嘛是你安排对不对？你这招调虎离山嘛真高明嘛，也唔过你做梦嘛想袂到，这物件既然叫抢出来，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好秋雅，你听我解释啦！你别解释，不是你，还阁是谁？好秋雅，你要安怎讲，你才会相信？着凭这的物件，你着讲是我打小号了走。敢讲，你别跟他想离谱啊！除了你，还阁有谁？恐怖！敢讲，小号老乡的三门五弟，我绝对帮你输。好秋雅。不是我俩啦！你我未进入小号境界，我保证你行出我好感情好。阿志阿叔，快上你跟我。好，秋天啊！
面对好兵安尼无度谅解，村民又搁顺便请来无良法师的，小云到底造成什么款的灾难呢？你是要创啥？你自由不来声，万一伤人要怎？我跟你讲过，这钱是经过我的加持，写出去主动去掠鬼，要去伤人。我你搁写一摆嘛？拜托的，用讲较简单，逐支箭拢爱经过我三杠三枚的加持，才有这种潜力。你当作每一支拢会用的。你还搁两支啊？这支邪魔，这支邪妖，看哪这支哦是邪鬼的。我真正我的机器。啊，你莫讲我哪知啊？嗯。阿表兄，那这位是？红英啊，这位是无良法师啦，我是请顶下念本机不会。法师，你为这么远的所在来，一定足忝的，无我带你来客房休困啊。客房？咩？我以前拢住伫个庙里，你哦，害我又搁爱加浪费三更三暝的时间啦。表兄，多谢你相助。我今晚就忝了，我先来休困去。真可惜，无量法师竟然无把本机没收起。我去哪？我去哪？刚有相关的消息。你个好意思问我？我问你，今天无良法师的心情，为怎样对准你呢？你是不是什么代志在污蔑我？我，你跟我讲，小虎到底在倒位？过去的代志，我也无要追究啊。好像兄，小虎不是我抓的，请你来相信我啦。好，叫我相信你会用的。你坦白跟我讲，你到底是不是本吉宝？是，我就是本吉宝。何秋香，难道你是本吉宝？难道你是本吉宝？何秋香，别动！你敢笑我听话？何秋香，想袂到你哪会这么糊涂啦！我是本吉宝，又该安怎？你敢知影？我叫黑化师进前，拢爱酒庄，我当是袂爱听他的目屎，绝对是袂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。那无，一定会得到报应的。我若是要来小虎，第一天伊去树那，我就袂放伊转去啊！何必等啊这么嘞？何秋香，我拜托你，请你第一相信我，好无？你意思是讲，无愿意把小虎交出来？好，我就再念这段时间的情分，给你一天的时间。你若无把小虎交出来，我就要你的命！好。我一定证明给你看，小虎不是我抓的。小虎让人关在密室的，也因为伊鬼头鬼脑，所以真紧就变成内底的囡仔王啊！唔能叫大家卖食饭来抗议，而且我一直想办法要救大家出去。哎呦，你卖吵了，这表兄弟啊！但可能无法度走出去啊！阿爸，我英啊，家仔对你硬无代志害啊！那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小虎唔食饭无，啊个西路到底遐囡仔我卖食，万不能枵死，看要安怎？这个小虎，刁哥伊甲我做的，实在是我听袂落去。总算给我找到啊！对，你看来者。小虎，听讲你那么食本事，来，你把刀敢袂要？小虎，乖，你若是把这包啊吃了以后，阿母啊就帮你回去。敢真实嘞？
当然嘛是真实的，阿母当时骗过你啊。来，跟吃哈。好，我吃。阿爸，你有看到无？我就知影，小虎上乖上听话。加吃看，把这全部吃好了哈。嗯。哎呦，那你玩闹了。我那是不好好教训，你是我怎么欺负的？王英，过来！你竟然敢怕我？我没跟阿爸讲。你刚刚阴吹阴晴，是不是想怕我讲哈？阿爸，我你等下要滚吼。哼，呵，人家一个一个拢唔吃饭，要死哈！我一定要跟熊阿姨听我报仇。熊阿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来叫你出去的啦。我跟你讲，熊阿姨哦，就是本气无啦。你别惊，熊阿姨是好人嘞。阿姨，你叫我是搞出去啊？我今嘛无法术啊，所以袂当用法术把你救出去啦。啊？所以，阿天有谁呀？阿姨啊，阿弟我孙奶无啊啦！哎呦，你今晚咩唔请你坐啦？我先把你叫出去啦。哎呦，阿这天冷啊，绝对记袂得。快进来，我先去查。快点下去啦！哎呀，小虎阿姨，你是无食饭，卡出来的啦？我是来救你的，有这么啰嗦，阿老板对吧？好啦。我跟你回家洗了就好嘛，安尼差不多了。小虎，小虎，你真好大胆，竟然敢走来我家。我刚才我有来家做客，阿老婆，我唔和你破坏我的好事。红衣，我终身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王辉宏全兄对你这么信任，你竟然反背伊？哼，你讲唔对啊！反背的人是你，起码全村的人拢知影是你这个笨鸡婆，家己硬掠走的。今嘛，我掠你了，来好伊善笑。阿爸，赶紧起来！你敢？老板，快点！小阿姨，老板。等我将伊处理掉，等来，这来处理恁家，唔肯另外做老东西啊！尤其是你，小虎，你陪给我地下。阿爸，咱行。好。准备好没？有人来啊！准备好。我本机婆，什么大爷？我本机婆被撩啊！本机婆对。我来底下，爷爷。本机婆，慢些，快走，本机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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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仔日咱唔通阁拄到做大水灾的连连，小吴唔若讲暂时失去了法术，而且阁阿英伯甲洪英家陷害，只无阁强掠去啊！已经一步一步，但是阿英伯甲洪英为所设计死亡陷阱。到底小云敢无化解这摆事件呢？
让虎彪证实讲小云就是不依不饶，伊就一直感觉心神不定。伊现在无想要相信讲这就是事实。不过身为小虎的老爸，不管什么理由，伊都袂当甲伊安抚，这是来会愈想愈严。来啊来啊，陈德志，本机无应听的吧？起码你到，你从哪口的？从哪来？在英伯的设计之下，小云都是放弃无这身份，即马是通人知啊。面对专门掠过这无良法师，小云到底做出什么下场呢？好笑呀！你还无相信我？你即马讲啥？敢要收慢？你再来甲小苍伊就顶讲啦！刚刚你真正认为我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？就算讲我相信你，也不过这样子证据拢对你不利，算下来这样子伊也拢无去啊！就算讲我愿意饶恕你，伊嘛不可能放你耍。你竟然给他绑出来了！好笑兄，小虎带遐个囡仔拢去红衣人家了。你不信我的话，你还带人去敲啊？到时你就会相信我。你别讲啦，伫咧庄仔内，谁唔知红衣是上爱心、上疼人囡仔的？伊哪有可能后边掠囡仔嘞？你要侮辱人，莫侮辱着人啊！大家拢听无？听了，听了。你是讲啥呗？别浪费我的时间了。小云，好笑呀！我求你放过我好不？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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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！好笑呀！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。小云，请你原谅我。无良法师，请。讲出了事实，虽然证明讲小云的清白啊，但是无良法师的两句字已经写出来了，小云的命运到底变安怎呢？百年多行的团伙伊，未来解救伊性命。不过失去百年多行的小魂，竟然恢复了百岁容貌，变作一个老阿婆啊！人生世事我看真多，从来没我过个这么感动的啊！好秋天，你要好好啊照顾小虎。小虎，你快走。阿妈，小虎。
今天一个代志，住遐去也无人搁再看见小云啊。放弃无偷俩囡仔代志，在顶上也毋捌搁再有人提起呀。你跟你查囝抓囡仔，但是全村的人拢知影，即摆要抓你啊！你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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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恁查囝都死啊！我靠，我有甚物卵用？我赶忙跟恁来去吃水啦！好，行，行。虽然小云超过伊乡边村民，家己一个人走去山顶云集，但是永远都会记得在好家迄段日子。对好朋友甲小虎的思念，也清在藏在心肝内。虽然一直甲家己讲，唔通对人世间有任何的留恋，但是对迄个毋捌有过亲情甲爱情，犹原少年。我像遐，无在搭嘴讲。日子有淡薄仔无聊，我就怀念伫恁家的日子，唔知影恁即马过了好无？目屎，我哪会流目屎？俗语讲：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变化求无难成事，一家多劳费功夫。多得仁义爱着守，富贵两字难得求。世间难得栽主秀，柳柳开花免忧愁。人歹爱照镜，命歹爱算命。是安怎会生得遮水，却得不时照镜？敢讲水歹是讲心肝，人水无甲大。摆脚恁就会跳，小路恁就随便流，中路恁就死翘翘。这口果子是你啉三口，苦瓜苦苦共一甜，遮卖半水共一心。是安怎因遮卖就是白豆的，阮叔结只亲。下礼拜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我读你那神。